这记录是咱看袂上完整的记录。自己做笔记，密密麻麻的笔记是39岁吴小姐自己的记录。因为头痛、肩颈酸痛、耳鸣，已经困扰她很久，四处求医却一直找不出病因。你去看一下几科医生，七八科嘛，七八科。啊，头壳痛一科，头壳痒一科。巴肚不爽快一科。耳痛一科。辗转来到大林慈济医院，简瑞腾医师详细检查，发现吴小姐的颈椎椎间盘退化，才会引发交感神经症状。这种交感神经椎病哈，对，自头痛到尾，自皮痛到骨，哦，真艰苦。从新北市专程到嘉义大林求医，确定病症后，吴小姐接受颈椎手术，过去全身不舒服的症状总算获得改善，身体变得比较轻松，走路也不会有那个浮浮的感觉。然后会觉得，哎，就是眼睛也看得很清楚啊，头也比较清明了。是我对院长的感谢啦。一张卡片写满了感谢，吴小姐还画了肖像画，感恩医师的付出，为她解除病苦，医病之间充满温暖。大爱新闻嘉义大林综合报道。